欢迎回到《时政有约》十分访谈，我们今天来谈的就是新传媒新剧《家人之间》。这部新剧讲的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三兄妹，因为各自不同原生家庭的经历，导致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因为缺爱或者是缺乏安全感而做出伤人伤己的选择。是演员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面对什么样的挑战，而他们是否也对原生家庭的影响有了不一样的感悟呢？马上欢迎今天剧中的两位演员，欢迎徐明杰和罗美仪，欢迎两位好。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明杰好。是在这部剧里面呢，徐明杰演的角色就是陈正国啊，因为童年是被父亲抛弃，导致他很自卑，常常要压抑自己的感受。明杰，我记印象中是你早前受访的时候也曾经透露说，你在以前的时候也会压抑自己的感受啊。那您认为形成这样的一种性格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否有借用这种经验、这种情绪来辅助表演呢？其实，正如你们刚才所说的，原生家庭的教育非常重要。那我之前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性格，也是因为家里面比较传统，那爸爸树立的一个形象就是要男生就是有泪不轻弹，然后不可以随便显示自己的软弱，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看到爸爸是一直那么的刚强，他从来不会说累，但是他一直在为这个家奋斗，所以久而久之就是有一个印象在，所以就导致我有这样的一个个性这样。汉子只因为还没有到那种要落泪的一个情况。是相信这个明杰在这个角色当中这个释放的这个负面情绪都需要被美仪饰演的这个欧阳菲菲啊吸收给吸收跟忍耐。因为美仪在剧中就是饰演陈正国，也是徐明杰这个角色的新婚妻子。那么美仪，照你看来哦，剧中的丈夫因为这样子的性格是怎么导致他后来的婚姻关系也受到影响的呢？我觉得会影响他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其实跟他的家庭的背景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啦。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从小就是觉得说他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儿子嘛，所以可能他就会觉得有点自卑，然后就想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然后可能在自己的兄弟的感情之间呢其实也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导致他其实心里呢是蛮脆弱的，所以他不希望人家看不起他。那对于这个妻子呢，因为是陪伴在他身边的人嘛，他就希望可以给他空间，然后给他感觉说我比较有能力，我就希望你只是照顾我就好，你不要就是超越我这样。所以在这个戏里面这个妻子的角色就是当一个小女人在他身边啊，照顾他啊之类的啦。我觉得就是这个剧中的丈夫是希望这个太太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情来跟他交流的。我觉得是一直要有一种很支持的一种拉拉队一个团员哦，是相当的辛苦啊。对你来说，美仪饰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最大的挑战到底在哪里？因为我是第一次，怎么说，之前饰演的角色都是跟我的年龄比较相称，那这一次是升级成为一个人妻。那成为人妻讲真我也没有经验嘛，那要怎么成为一个人妻的角色，其实我也在想要怎么揣摩。而且刚好明杰是刚刚成为人夫，所以他应该他的经验比我还要来得多。我是有一点点怎么讲，有一点慌啦，又怎么说现实生活中还没有真正去体验过嘛，的确是有一点点小惊慌啦。那我们要来问问人夫哦，徐明杰，那你在饰演这个角色，在剧中有很多情感冲突的戏份，你觉得对你来说是驾轻就熟，还是说最难的一场戏是哪一场戏？困难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其实这一部戏很困难的是这个角色他心里面要经历很多的起伏啊，除了他原生家庭以外，还有领养他的家庭，然后还有两位就是来自不同原生家庭的兄弟姐妹，然后三个人放在一起，其实很多的情感纠结在里面。那我觉得很困难的是，因为有些时候演员是以他的经历甚至于一些观察，然后去呈现出每一个角色的情感。那我觉得本身亲生父亲把你抛弃然后又回来找你，这样的一些情感你是没有办法借用的，因为你本身自己的
生命中你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对，所以我跟出名大哥的那些戏是需要很多的专注力，然后每次拍摄之前我都需要很专注，然后告诉自己确实我就是被他遗弃的，我现在来找他我就是要看他有多么的糟糕这样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毕竟血浓于水，那段父子情感的东西很纠结，是放手还是要真的再重逢，这是很难很难去表演的一段。对，情感纠结很多的层次，其实这就是男主角哦，尤其当主角的时候的一种压力。这部戏也是你入行以来第一次拿到主角的剧本，跟以往角色是相比来说的话，他在这个演绎方面啊，您做了哪方面的一些突破的一些诠释呢？其实首先我真的很感谢监制，他很勇敢的让我这次演男主角这一部分。那其实对于我本身作为演员来说，我不管拿到什么样的角色，其实我不把他当配角还是主角，我只想演好这个人物，说好剧本的故事，然后呈现给大家，希望观众看得相信，然后觉得情感有打动到观众，那我觉得这是我身为一个演员的职责。那关于这次的演绎方式的话，跟以往可能演比较多的一些反派角色，那其实当我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第一个做调整的就是我要开心一点。对，因为最主要的是之前演反派角色比较阴险，比较陈腐生，内心比较多的。对，而这个虽然陈正国经历了很多，但是他的眼神在我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必须要清澈，必须要干净，然后没有那种很厉的眼神，因为我要把之前野反派的那些眼神全部收掉，然后我再看我的表情，之前所发出现过的我尽量都不要用，有些时候我也会跟导演提说，这个表情有点好像坏人这样，我想要再来多一个，就回到以人为本比较纯粹的一个表现方式。就是相信明杰在角色的揣摩方面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尤其要把这个角色更如实的呈现出来，真的是不容易，也期待他的表现。当然美英，我们说到家人之间这部戏中的这个三兄妹，他们因为不同的原生家庭的经历也影响了他们后来的人生，其实不同人的性格的形成或者是处事的方式，甚至是人际关系的处理，都可以似乎追溯到原生家庭的经历。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你从小的这个成长经历对你现在的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一，因为我自己本身只有一个妹妹，那妹�妹跟我的那个年龄差距是6年，因为两个都是女生嘛，所以从小会争执的东西就是争一些琐碎的东西，就是好像谁买的东西比较多啊，然后为什么妈妈比较疼你啊，然后爸爸为什么买比较多东西给你吃啊，就是争这些，然后真的是真的很多很多，然后可以说小时候的姐妹情其实是没有这么深的，那就是大家都在为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在争，就是争到长大了之后还在争，说哎，为什么你的东西总是比我多，我的东西总是比你少。它的确影响着我长大了之后，我可能就是会比较少跟妹妹讲话啊，然后就是比较少东西会跟她分享啦，因为可能就是觉得说小时候没有这个感情在嘛。那长大了之后呢，就很随缘，然后就是因为一些事情把我们两个人聚在了一起，然后我们就有比较怎么讲，就是可以沟通了，然后可以分享的更多，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我因为我的工作关系跟他有更多的交流，刚好他的工作的一些环境呢跟我是有类似的，所以就变成说促进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些感情。那回到刚才你的问题是，就是因为姐妹之间的这个情感可能就是受了影响，那我在外面呢，只要是遇到可以谈得来的一些女性朋友，我都会很像妹妹这样照顾她们。因为可能就是觉得说，哎呀，我的妹妹都不听我的话，那在外面如果看到一个比我小的女生，还是可能比我大的年龄的姐姐也好，我就会特别想要拥有
人家疼我爱我，像我的姐姐情啊，然后妹妹我就觉得哎可爱，我就会多疼她多关心她。这是因为可能在我小时候跟我的周边，我觉得体会不到那种爱，所以我就把这份爱呢传达给我身边的朋友，这样子啦。是。那么相信这个美仪的这些经历也会给她在表演上面有带来很多的启发。那么美仪拍完这部剧，你觉得最新的收获是哪些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新的收获啊，因为在这部戏里面，我其实戏里面有跟一个狗狗拍戏，就是一个我就是在戏里面我角色里面的小宠物。那我本身是没有养宠物的，可能就是家人有养，但是我对于宠物呢，我不太会照顾他们，尤其是狗，因为我觉得狗就是很热情嘛。那有时候不是说怕他们，而是很怕弄疼他们，然后很怕伤害他们。那在这部戏里面呢，我就需要跟这个狗狗就是成为一家人，然后有很多戏份都要跟他一起，而且这只狗他又非常的热情，所以我当下是有点害怕的，因为我要就是要兼顾我的拍摄，然后要兼顾这只狗要怎么跟他交流，所以而且我们交流时间也非常的短，所以对我来讲，通过我这部戏呢，我已经学会怎么跟宠物交流了，太棒了。所以现在我看到狗狗呢，我比较不会这么害怕。所以你说最大的收获是，对，我现在看到狗我不怕了。是因为真的不简单，我会很疼爱他们。是还要为了这个角色克服自己的恐惧。当然是。那么今天也是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希望你们这部剧有很好的成绩。谢谢谢谢。家人之间再会在下个星期一呢起呢晚上9:08播出。那么下一段的诗城花艺将带你一览本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精彩影片，主办方也精心挑选了4部本地短片来推广学生学习华文华语。